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Hello。我剛才收到那個我很喜歡咯，即原本有經理人說會不會太 bling bling， 但我看到那個實物的時候，我覺得那個手作成分是高的，還有 它又有個編織帶，還有拿上手我覺得很開心，因為它五顏六色，我其實直情就想問下他們，這個可不可以真的送給我，他們原來都真的打算送給我的。咁呢排有冇啲咩製成品啊？我咁啱咧，前排上電台就係介紹我嘅針織啊，即好似好少係上電台唔講音樂啦，就真係完全五集都講我針織。咁嗰日我就直情係著曬全身都係針織，即自己織嘅作品上台咯。上電台係啊，都係上台。有冇最近啲咩得意之作啊？即除咗天空嗰個 Michael 之外，有冇啲咩創意嘅？冇啊！最特別嘅創意都真係俾咗嗰個咪圖啦，係啊！但係之前咪搞個二手拍賣定係即係將啲拍賣嘅拍賣，即係二賣咧，就真係係啊！咁啊因為我其實真係好中意織啦，呢一年儲咗好多衫，已經係我放唔落啦，衫啊帽啊，咁就一直都冇一個動力要賣，跟住後期就諗到啊，如果將佢同一啲慈善嘅即係活動擺埋一齊，咁咧我就即刻有嗰個動力咧，就即刻聯絡可能 fans club 嘅會長話喂，不如搞一個義賣會啦，咁我就最終係全數捐咗俾十間唔同機構嘅流浪貓狗嘅義工機構喎，係。我是一開始呢，即我自己都在度諗，即係積咗咁多，其實我自己都帶唔曬嘅。咁或者有啲可能著過上台一次嘅話咧，咁我哋啲行李著第二次就會即係又唔係咁方便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賣俾佢哋，即係自己嘅粉絲，然後佢哋又真係中意我嘅作品，然後佢哋又得知佢哋所俾嘅呢個這個價錢係全數。係冇扣除成本，即係全數捐咗。咁我覺得成件事好有意思咯，即係佢哋可能平時都有好多唔同嘅身體力行啊，甚至即係用金錢支持我嘅唱片啊，我嘅音樂會。咁我都好想我又連同佢哋一個好有意義嘅活動，因為我自己係有睇好多嗰啲關於流浪貓狗嘅機構，我係覺得佢哋需要更多嘅資金上嘅 support， 先至能夠即係令到更多人可以。花時間心力去到幫助更多的小動物咯。會唔會因為你教啲 fans 一齊食呢啲嘢？有機會噶，即係我自己係已經放肆到，如果有一天我音樂嘅創作上已經幫忙財進啦，然後我又已經即係唔算太多呢一行嘅工作咧，我就會可以轉一身就轉成幕後一個真係全職嘅針織。心的手作人啦，咁可能就唔排除又會開一下啲 workshop 啊，甚至好想開一間實體嘅手作店咯。嗯。大家都宣傳新歌為主先啦。係，冇錯冇錯，講好多針織。係。咁嘉豪同 MV 就開錯啦。係。咁佢哋又即係操機又跳舞咁樣，你有冇出先睇下佢哋點食？我以為你話你有冇都操機我有見過他們跳舞的，我昨天都率先看了他們就是需要跳舞的新歌二選一的 MV， 我見他們跳得比較保守一些，因為我見他們是不是劇透緊，即是有練得更長進的，所以可能他們想留回演唱會再操出來，我自己都會去看，就期待他們到時當日的演出咯。我今次應該叫他代定張 check 俾我先至上台。你收幾錢啊？經理喺隔離一陣傾傾先，係啊，即係雖然我哋三個仲要係同一個經理人都冇面俾啊，我想講係啊，公還公係啊，友情都係
友情價再收貴佢少少。好，唔該曬。鄭欣宜同埋陳雷，話佢哋等咗好耐，好啦，我哋不如咧就三位一齊影咗張合照先啦，好嘛？好啊，三位一齊影張合照先啊 ，OK。好啦，兩位女星級嘉賓夾住阿軒公咧，影咗張合照先。Samsung Galaxy Z Fold 咁啊，不如軒仔介紹一下先啦，好嘛？咁獨特嘅你呢個有啲同我哋入邊嗰個好似唔同咁喎，點解嘅？呢一部咧 ，Samsung Galaxy Z Fold 其實係我自己覺得有我自己一個好 signature 嘅 logo 喺度。哦，係咩 ？show 下俾大家睇下先，得唔得 ？OK。Yeah。哇！邊邊？我個尖叫聲好似唔夠頭先話影相嘅，係啊，頭先你入咗去玩啊，係咪？係啊，我自己就最中意 The Garden 嘅，嗯，係啊，有一種唔知點解，即係就算喺室內咧都充滿陽光嘅感覺。仲好似喺邊有中秋金多寶啊？幾萬？哦，咁大家記住咧，聽日入去嘅時候咧就去呢啲位度打卡啦。好，再一聲，我最中意 The Glen。係啊，中秋金多寶啊？幾萬？上區啊，因為咧我見到佢有幾個角落咧都好似一個。哇，好靚嘅 dream wardrobe 咁樣啊，咁所以又係好方便俾我自戀影 OOTD 咯。OK， 好啊，等一陣你就係剪彩啦。好，預備，好，我企好位先，好唔好？哦，影多張先，大會攝影。好，右手面，咁多右邊。好。好，好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哦，thank you， 好，咁多位咧，请留步啊。喂，停留喺呢度啊，呢度呢度。我望呢边啊，唔该。喂，张全山先，全山。